即刻分享一个，就这一区，我们就单就这一区的三属性龙怎么打。哎，不是 K， 不是 K， 为什么 KO？ 看，轻松啊！飞飞飞你个头！三属性龙要抖多少？我先投最便宜的净眼珠跟佐纳乌打三头龙。这么快就被禁？一顿也算佐纳乌装置哦。算啊，我就是不打算让你起飞子弹的时间。OK OK， 没问题。肉肉感冒 ，Sinclo， 那我的剑可以吗？Round one fight。下来下来快下来，看怎么没有下来，看怎么没有下来，看看哦，他那个没伤，炫妈的嘞，妈的妈的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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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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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，哎呀喂呀，要玩飞高高了吗？要玩飞高高了吗？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他怎么玩，我先看一下他要怎么玩，反正血不会回嘛。看一下，啊，看，看，看，啊，星星树少于三，看电麻防护，好，电麻防护必须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不是 K， 不是 K， 为什么 KO？ 看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Fight， 有点感受，有点感受了，刚刚有点感受了。好，哎呦啊啊 ！K， 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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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 ，K， 啊， 啊，快打了。然后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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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！哎呀，哎，不是啊，怎么不给飞啊？不是啊，怎么不给飞？怎么不给飞？在哪啊？看不到。太远了，看不到啊！哎，不是啊，看不到啊！Fight！ 哎，这个没有宿舍。哎，好枪！好，快走！吹吹，危险！哎哎，干干，还把我吹走！好 ，OK， 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又被吹到啊啊啊啊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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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
OK。这么快就坏掉了，太容易坏了吧？佐纳乌不耐用啊！我才不会给你机会飞上去嘞！完了完了，哎靠啊，来不及了，哈嫩，还想飞，轻松啊，飞飞飞你个头！即刻分享一个，就这一区，我们就单就这一区的三属性龙怎么打？它不是掉下来吗？你打嘛，打一打以后，它快要起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大概感觉你大概不管挥几下，它大概快要起来的时候，先不要再打它，就直接先通天术到这里上来。所以等它醒来准备要起飞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可以跳，你马上就又可以跳下去用零刻时间攻击它，马上就继续攻击它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它就算到最后一回合一个阶段，它也没有机会可以飞上去，你就可以一直把它压在地上，一直压在地上打就好了，完全没有问题哦。我们不需要任何佐纳乌哦，完全不需要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